朋友。就是哎，干啥呀？干啥？快点，快点！不是他那啥，他那啥，你快过去坐着吧。哎呀，多大了？24了。24，嗓子没长开呢。别说嗓子就这样。挺好，喝你的吧。你有什么事吗，姐姐？哎，别挂了啊！你看我要跟你说，你是有什么事吗，姐姐？我没事啊。那你喝咖啡，你为什么突然就坐这边了呀？这边暖和点。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哎，铁门，这话咱不敢乱说啊。那咱俩加个微信吧。我不玩微信，平时。你等会儿，你先往那边点坐。真没有微信吗？真没有。喝咖啡，姐们。好。哎呦！怎么样，我这朋友？喜欢吗？太逼了。嗯。谢谢。你好了。他打我。你们再有他，你别找我了啊。盘点那些有趣的东北甜妹。最近车挺费油啊，是不拉南方小土豆了？我听说往返100多公里，你咋不给人送家去呢？啥好处啊？这品呢？他们管我叫哥哥，可甜可温柔了。我不甜吗？我不温柔吗？就给我放低点儿。你有病啊？嗯，红了红大屁股，这送啥呀？你当自己霸总呢？啊？你笑啥呀？你不知道我不乐喝这酒吗？饿红了红的，给我来点喝。不是广的啊，不是再有一个了，你长霸道总裁那张脸了吗？啊，还是你有钱啊，二代怎的啊？让我喝，我下午随便摸的。来，你自己喝一个。我神魂有点大，我是你最佳男主角。你不说这会儿有牌子吗？这不都牌子吗？不都啊？要我说这免税店也不行。咋不行啊？连耐克都没有，我新买半截袖呢。老妹儿，跟哥吃点麻辣烫。哎，你好，这个怎么了？有折扣吗？妹儿，你听开，上鸡毛多呀！哥今天挣点钱，我带你上啥呀？打完折2100，2100，嗯，那算了。这就往家走，啥不买呀？买啥买呀？死贵的，一破半截袖卖2000多，真当脑瓜大的？是干互联网挣点钱，但你这钱得花刀刃上，你凑着25块钱一件衣服，脚穿挺得劲。我记你这包花40000多呢。哎，说这儿热闹，不知是真还是假，我去个屁的，挣点撸点，老子来了就是爽。挣钱上山呀，挣钱上山呀。这啥意思啊？你过年是不回家呀？啊，不回家。过一下跟我回家住两天。我跟你回去干啥去啊？你爸你妈不得误会吗？我现在老怕他俩不误会了。啊？来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我最好的男性朋友？不是。我有难处了，帮吧。你帮。好，做我2000多。喂、什么？做我2000男朋友。拿、这玩意儿就给我收买了呀？我太贱了吧？数个数。那5000。那我上你家，我不得买点什么补品带给爸妈吗？一万，一万那行，别磨叽了，这一万都能买你命了，大姐。你说提前说好，我卖衣不卖身。那不行，你晚上必须跟我一起睡，并且咱俩要在一被窝，要不有人穿帮。那不行啊，那我这活那么大，我小姑娘手都没牵过呢，我害羞。害羞是吗？这样害不害羞呢？这真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主要哥们有难我得帮。你走吧，走吧。嗯。你说咱俩出来干啥了呀？这不过节吗？圣诞节吗？圣诞节只有外国人才过，中国人都不过圣诞节啊！好不容易有个节出来溜溜，要搁家都要给我待傻了。那回家我给你整两个菜，再整两瓶红酒，不比这浪漫吗？嗯，不乐喝酒。你这两天不是健身浑身疼吗？回去我给你按摩按摩，咋样？行不行？行。行啊，那走回家。不是你等会儿，你站那，在哪儿啊？欧人之啊。不是，不回家吧？家里来人了。咱俩都出来了，谁呀、啊？我朋友两口子，咱俩不得给人到地方吗？走。哎呦我的妈！阴谋。surprise 啊！怎么样？你很为我着迷吗？你这还不是阴谋？不是啊。你这衣服搁哪藏的呀？你兜里揣着了。你真有道啊！还是得你。来呀、啊。
干啥呀？你上这儿躺着，上那儿躺着干啥呀？那床太软了，我这健身腰疼，我这躺着硬，得劲儿。那我给你按摩按摩呗。不用，我按完你浑身就不疼了，你信我的。我不用，我这是躺挺好。你跟我客气啥呀？来，不用。快点。哎呀，不用不用的呢。不是说我给你按的。哎呀，谁给谁那不一样？你就看我这脚劲大不大就完了。你快给我踩死！干没事啊，踩！哎，别按了，我困了。不按了。不按了，累了。奶瓶呢？火辣辣的老妹儿，你贼辣辣的美。大哥，杯绿茶，跟我爬都是。真要强啊，奶瓶的。佳佳还想跟我比绿茶？行吧，你可拉倒吧！你别学了，你咋学啊？你都不可能成为细糠，你就是粗粮，你是东北大碴的。我是东北甜妹儿，我你瞅你这一张嘴巴，你都赶上那灶坑了，你往哪儿填呢？你。